美国总统拜登已经高龄80岁，其实他在11月份的时候就要庆祝他81岁的生日，但是呢，他这几天行程满档，主要就是因为有重要的国际峰会，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来举行，但是短短的2天。3度在公开场合出包，也引发了外界关注。而其中一个夸张的口误，他居然把西班牙裔讲成了非洲裔。Everyone is entitled to be treated with dignity and respect.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embodies all those values.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embodies all those values.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embodies all those values.拜登他除了频频口误，20号在联合国大会的场边会的时候，跟巴西总统鲁拉共同召开记者会。当记者会结束之后，拜登诡异的朝着观众席微微的挥手行礼，之后还举起大拇指。好，但是呢，居然转身离开，没有跟巴西总统鲁拉来握手，顿时也让对方觉得好像被晾在一旁，相当的傻眼。好，持续来关注的是整个美国在军事跟外交上头的部署。这是美日印澳他们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22号在纽约这边举行外长会议，这也是日本的新任外长上川洋子首度接任外长之后与会。好，四国的外长这一回讨论的还是聚焦在印太的部分，包括在东海、南海，他们说要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也针对了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要进行合作。当然，这个表态。剑指中国大陆的意味可以说是相当的浓厚，而另外美国也持续跟盟友日本在进行军事上的演习，包括了陆军跟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在9月14号一直到今天23号举行联合军演“东方之盾2023”，这也是美国小型登陆艇部队首度跟陆上自卫队来共同进行军事演习。这一回的演习项目包括了演练搬运，还有补给离岛地区等等的物资。好多家媒体现在就分析了美军小型登陆艇部队在昨天上午是从冲绳的本岛这边运载弹药模型还有食物跟车辆等等的物资到鹿儿岛的奄美大岛明濑港。好，除了在冲绳之外，在北海道的这边有在2个军事基地来举行军演。好，今年总共动用了是4500名美日的官兵来参与整场的演习。好，当然现在在日媒的部分有进一步的分析了，好，认为说美日这一次的演习是着重于第一岛链的整个部署，当然也是着重于防御解放军在海上活动越来越频繁，另外也是要因应可能的台湾有事，加强岛屿的防御。好，持续来关注的另外一个重点是俄乌战事了。乌克兰现在对于克里米亚首府塞凡堡俄罗斯的海军的这个黑海舰队总部来发动袭击，目前知道有一名士兵失踪，这是乌克兰近期对克里米亚发动最新的一次攻击。Explosions right here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says the woman recording this aftermath. She seems shocked, but not surprised. 可以看到这个现场最新画面，砰的一声巨响，居民吓坏了，接着浓烟弥漫了整片天空。根据社群媒体上传的这些影片显示，乌军对黑海舰队发动新一波攻击，这屋顶冒出浓浓黑烟。俄罗斯消息人士指出，乌军这一次是从飞机上发射是由英国提供的风暴暗影进行轰炸，导致有一名俄军失踪。好，其实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这几天也非常忙，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完演说之后，又接连到美国还有加拿大进行访问。好，昨天他抵达加拿大，并且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说，也获得了加拿大的新一波军援。总理杜鲁道就宣布要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未来3年要增援乌克兰155亿元。好，泽文斯基其实昨天也在华府跟美国总统拜登来会面，现在拜登就承诺要援助乌克兰艾布兰主战车，之后呢，也会抵达到俄乌战场的前线来作战。另外，现在根据美国媒体 NBC 的报道，据传拜登已经点头要提供基辅长城陆军战术弹道飞弹，但是对于这个消息，这个报道，白宫目前是没有做出相关回应的。另外来看到 CNN 的报道，他们独家取得的卫星空拍图就发现，现在全球三大强权包括中国大陆、美国还有俄罗斯，在过去5年悄悄增加在境内的核子试验的设备，要确保自家的核武器不落人后。当然三强现在的核武竞赛持续紧张。
这些卫星图像是由商用卫星拍摄，尽管看似平凡无奇，但却显示美中俄三国的核武竞赛正悄悄地在进行。尽管没有证据，三国即将准备核试，但专家正高度关注。Images from each location show new tunnels, roads, and storage facilities.Constructed within the last 5 years. 中国大陆的核试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俄罗斯的在北极海群岛，至于美国则是在内华达沙漠。自从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条约，禁止地下核试以来，三大强权都没有违反条约。不过美国空军退将兼前情报分析师莱顿，在看过三国的核试场卫星影像后，表示三国显然越来越重视核武发展。All three countries, Russ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invested a great deal of time, effort, and money in not only modernizing their nuclear arsenals, but also in preparing the types of activities that would be required for a test.根据美国科学家联盟估计，目前全球总计有12700个核子弹头的库存量，其中拥有最多核弹的国家以俄罗斯总计5977枚居冠，美国拥有5428枚位居第二，中国大陆则是拥有350枚。库存下降最明显的时期主要是美苏冷战后的90年代，但是据该团表示，趋势自2020年起已经有所改变，包括了美、俄、中、英、法、印、以色列与北韩最近都有规划更新或增加核武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我的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